小轩，你干有心来啊？恭喜呢！其实我不是真确定，是不是要把这个囡仔留落来？你哪会安尼讲哈？因为这个囡仔来了伤过突然啊，我根本还未做好一个妈妈的准备。唉，这一切敢若你平忙同款，我若困一醒起来，我还拍到内底有一个性命，我无参详真诶。所以其实你无想要伫这囡仔哦。我拄知我有心的时阵，确实捌有过这种想法。不过看到查理这么期待这个囡仔出世，我嘛无想要让伊伤心。小轩，你敢有在赶时间啊？我带恁来去一个准妈妈拢去的所在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无讲话，我当作你答应啊。行行行，来了。雅婷，打毛线对我来讲真正伤困难啊啦！我无规波有够歹的，送我到我亲家拢去遐。哎，我无爱用啊啦。阿姨，哎，查理来啊！我先卖跟你讲哈，拜拜。亚妮啊，我问过医生啊啦，医生讲有些人食这个冷果，还佮葡萄是上好的啦。啊，你暗顿拢无食呢，至少食一个水果补充营养嘛，好不？阿姐嘛，对的呀。好食，你加食我，无够我再来买啊。你想哪白食？查理，我伫咧想，我唔知我家己是唔是当做一个好妈妈。我自开始到今嘛，拢是足介爱囡仔。若是听到囡仔伫咧哭，还是伫遐撞来撞去，我拢感觉足烦足压杂的。其实哦，我甲你同款啦。若是伫咧餐厅，还是电影院哦，听到囡仔伫咧哭伫咧闹，我就直接甲扒落啦。反正我这个爸爸会做到比你搁较害啦。啊，是讲这也毋是比赛啊，比像是好爸爸、好妈妈，还有啥物内容啦？啊，就算讲咱是异于常人的爸母，迄嘛无要紧啦。我今仔日拄到王雅婷，我看到伊吼，遐尼啊细心贤惠的模样，我才知影我甲贤妻良母差有够远、有够远的，我当讲是不及格。哎呦，迄哪有要紧啦？以前我咧读书的时阵，迄大过小过，唔知有人记几届啊？啊，即卖嘛是活了好好的啊。而且人咧讲啦，歹德出好孙，反正咱这对无及格爸母。会培养出一个学霸的囡仔，上好是安尼。咱搁讲真诶，你教来书吼，确实是做了袂歹。你看你水果切甲遮水条。那安尼哦，你都卖辜负我对你的爱啊！来，加食我啊！哎，来者来者，啊，垃圾起来。这哪有刷头？我摕来蛋掉。这不是线头嘛，不是笨手，这是我拍的毛线。竟然让你当作是线头，真的表示我真正就无适合做这家事。好，摕去蛋掉。袂用的啦，啊，非得我即马来英文拢要学啊，归去我嘛来学打毛线好啊。那一个查甫人跟人打什么毛线，让你遐兄弟知影，你肯笑死。这才是我厉害的所在啊！有多一个爸爸会替家己的囡仔打毛线衣啦。以后咱的囡仔就会当大声奉上啦，讲伊的爸爸唔来教伊功夫，佫会替伊准备爱心便当，还佫有打毛线衣予伊穿咧。我安尼骄傲了，
我怀疑哦，我都来啊，做家庭主妇哦，负责带囡仔好啊。嗯，好啊，安尼听起来袂歹。来，你看你，打扮着讲着囡仔，目睭都还发光呢。我看得出来，你是真心在期待这个囡仔出世。我嘛相信刷落来，你一定是一个爱囡仔的好爸爸。迄是因为这个囡仔是咱两个人爱的证明，嘛是因为这个囡仔的妈妈是你，我们才爱伊。是啦，我甲你同款足紧张的啦。一方面足期待这囡仔出世，一方面惊家己做袂好，我着好好照顾恁母仔囝。所以我即马真正足拍拼在学的。我希望我家己啊，会当做你甲囡仔上大的靠山。所以你着安心待产，等你认为我这个翁婿甲爸爸有够你的标准的时阵哦，咱才来结婚。多谢你愿意等我。我们才会多谢你，愿意给我爱你的机会。不管咱是不是有结婚，我都会照顾恁母仔一世人。你敢袂伤寒？就算我有钱，会变大裤，脚会水肿，你嘛唔免甲每一种我看到伊个衫甲鞋啊，拢买两项啊。阿伯，安尼你都袂因为哦变大裤还是脚肿啊，我都穿水衫甲鞋啊的时阵心情无好啦。迄拄只若毋是你甲我主动，我本来哦是要甲其他色水拢买来的呢。现在买遮济？因为我听讲有些人情绪较无稳定啊。今日介意的是黄色，反正明仔载变红色呢，所以我想讲规矩哦，全部拢买落来，你算就好啊。哎对啊，我会记得迄间店有你爱食的甜点呢。对啊，迄间店千层蛋糕嘛，真正足好食，啊，不过也无微糖多啊啦，而且特别去买拢爱排队。哎，那不要紧，来。是啊，较凉啦。你点啊等我一下，不是拄只你踅街哦，卡嘛应该足爽啊。你就先坐伫遐等嘛。你爱食的千层蛋糕，马上就会出现伫你面头前啦。嗯，那我再买一杯冰红茶。No problem。不弄到伊啦，迄、那个噪音的汹涌就昏倒在路中啊！人拢已经互你弄到四十分去啊！你搁讲无？你莫装疯啦！你看你拢共惊着啊！别甲我走动啦！你惊啊？那有算啥？伊弄到人是我的太太，爸倒来还佫有我的囡仔，万一母囝若受甚物三长两短，我嘛无甚物话啦！我即马都先用你回来祭拜伊，然后我才来陪伊啦！我到底今日是要去陪谁啦？你看得清楚。紧放手！阿伯，歹势啦！哎呦，一时着急，才会这么匆忙，对你无礼吗？我替家己回失礼，失礼啦！别紧，无代志就好，哎，我来走。你，是我啊。
拄仔是毋正准，我去互车弄着。真正一个查某囡仔身体无爽快，向人昏倒伫路中，你误伊个司机啊！你敢是真实的啊？你嘛搁拜托嘞！我人都徛伫面头前讲的嘛是真实的，当头白日我敢会是鬼啊？阿妮，真正是你啊！我拄则看到迄个人身躯顶加你个外套，我真正就是讲你有搁出代志啊！我真正就是我有搁失去你啊嘞！若真正是安尼哦，我一定会气笑的啦！好佳哉，你变啊无代志。有一个查某囡仔因裙伤短啊，就等救护车来进前，我毋才摕我外套替伊夹。我无代志啦。天愈冷愈红，我真袂喘气啊啦。我好冷热啦，因为我到即摆拢无得确定，失去你的恶梦是毋是已经消失啦？哎呦，你哪安尼啦？小可代志尔，目眶红。那是哦，我真正失去你个囡仔，我真正无得活落去，因为我真正无得阁承受一届失去你的痛苦。阿妮，我讲我要想你、爱你，互你挖苦。其实哦，是我挖苦你啦。你才是我的未来。你敢知影？这就是为什么我阿妈要无命，还阁会等我落来？因为我知影你一定伫咧等我。只会当互你甲囡仔好好的，就算讲天放落来，我嘛用我的性命去做到。我决定啊，我袂甲你相带走。啊？你无爱？啊那安尼你？我要嫁予你。啥？你要嫁予我？你要做洪太太、洪胖太子妹？哇！哇！耶！哎，各位啊，我有太太，我有囡仔，我是不是全世界上幸福的查甫啦？妈，你叫我看就歹势啦！哎，我要把这个喜气分享给大家啊！阿妮啊，多谢你，我真少幸福的。